一个纸纸做的怎么办？ 这两有几节可以做这个饭呢？上面这个整开就可以了。你看先，看到把刀呢，刀在这里了。用刀来先锯开，先还是怎么样？先锯开了，因为这个竹子一砍的话，它就容易裂开，是吧？先把这个竹子整好先。 兄弟姐妹们，现在准备做那个竹筒饭，都辣眼了。现在，好，可以。现在那个竹筒很新鲜了，现在把那个锯整一下，把它割一下先。 这样就可以了，整了之后，等一下呢，用那个，用一些叶子或者什么东西放在口上面，整一下口就可以了，就放在这样烧，这样烧烤就可以了，这样杵着，这样烧烤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现在把那个米洗一下，把米洗一下先，把米洗一下。 把米倒进去先，倒进去再洗了，等一下不好梗。谢谢各位朋友的捧场哈，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头像，点个关注，有大家的关注，彩云走得更远。谢谢大家的捧场哈。 先把那个水倒点进去，不要倒太多了，免得等一下煮成那个竹筒粥了，一块竹筒做成竹筒粥了。现在看不到水，现在看不到水的情况，多一点没问题，可能这样差不多，差不多了，太多等一下。 太多那个水，做成竹筒饭、竹筒粥了，还可以。来，现在把这个固定好先，这些暂时不要了，这个先放一边先，这边这点不要了，这个放在这边先。谢谢各位朋友的捧场，准备做竹筒饭了，把这个整好先，放掉进去。
顺便把带来那个几条番薯也一起烤了，几条番薯放进锅里面烤，烤熟就行了，继续烤番薯。